受不了了，受不了，东阳。哎呀，阿兰怎么了？东阳，你去哪里呀、啊？我去锄地呀、啊。东阳啊，我受不了了。怎么就受不了了？我好热啊。热了就开风扇开起来就可以了。哎呀，我也知道要开风扇呢，但是那个风扇都欺负我，坏了。坏了。对呀、啊。坏了就叫你老公修啊。老公去广东了。去广东了。上个礼拜。那你找那个专业的过来把它修好就可以了吗？哎呀，我自己又去不了街，人家又没车。哎呀。你又不打我去。哎呀，我哪里有时间呢？那你进来帮我修一修嘛。如果修不好到的话，明天啊，我去街上买一台新的，我搭飞机去。哎，再说了，你找那个专业也可以啊，是不是？我也不会修那个风扇啊。我也不知道哪个专业呀、啊。哎呀，你先进来帮我看一下嘛。如果会修的话，你就修；不会修的话，人家不会勉强你的嘛。来嘛。哎、那好吧。哎，赶紧的。哎，我只能帮你看一下，不敢保证修的好了。哎呀，知道了，进来啊。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，真的受不了了，就是这个风扇坏了。坏了。对呀、啊。哎呀，我看看啊。哎呀，好热啊，冬阳。哎呀，真的是，现在天气肯定热了，没事，没办法，就不是。我以为只有我家热。哎呀，兰啊，你看到没有啊？你这个线条这里都掉出来了，松掉了。那怎么办呢？哎、你是不是搞摔过了？不知道，那你有没有螺丝刀啊？拿个螺丝刀过来，我帮你拧紧。我找一下啊。啊，去吧。哎呀，真的是。那东阳。哎。啊。东阳啊，肚子饿了没有？哎呀，不饿啊。我给个两个那个奶香味的面包给你。哎，不用了，我刚刚吃过了啊。我今天吃了两个了，还有两个我给你啊。哎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哎，你就拿着嘛。我不喜欢吃这个啊。很香的。哎，看到没有啊？你这个线头啊，这里松掉了，我帮你扭紧。啊。是啊，以后你不要搞摔掉啊，摔掉了容易的都掉下来了。哦，好了。行了，我知道了。哎呀。哎呦，最近好烦啊。怎么了？哎呀，天天晚上睡不着觉。哎，现在是不是天气太热了？没有啊，那个老鼠啊，天天晚上啊，我一睡着啊，它就叽叽喳喳的在吵我，真的是，我又害怕，我自己一个人在家，我又不敢闭着那个眼睛睡。哎呀，开着灯光睡都不行。哎，老鼠就没办法了，是不是？你家也有啊？有，每家每户都有。哦，凉了凉了，哎呦，好爽啊！终于不要了。行。哎，东阳，啊，那有进去帮我看一下嘛，帮我抓一下老鼠行不行？这样子啊。哎，那我帮你看一下吧，在哪里啊？在里面。啊，走吧。在里面呢？对啊，进去啊。啊。这哪一个？啊！东阳啊，怎么这么多老鼠啊？什么时候跑进来的？真的是！哎呀，你那个小姐那里那么大那个老鼠都你没看到吗？那怎么办呢、啊？能怎么办呢？你这里又没有硬硬的那个东西，把它塞住就可以了。我家那个木头是没有，那个你烂衣服有，塞一点吧。烂衣服没管用了，那个烂东西啊，那会老鼠会咬了，我咬到烂了。那你家有没有木头？搬一点过来呀、啊。哎，我家是有啊，不过我现在要去锄地啊。那你今天晚上之前拿过来嘛。哎呀，那好吧。东阳，我们都是邻里邻居，你可不要不管我啊！不管我的话，晚上我都不敢睡了。不是不管你放心，到时候如果你有任何需要我帮忙的时候，我肯定会义不容辞，我第一时间跑去帮你的。那晚上我出完地回来，到晚上我再找一点东西帮你塞住就可以了。早点啦。啊，那我尽量了啊。来在我家吃饭吗？哎，不用了，太过气了啊。啊，那我先去了啊。啊。哎呀，我忘记拿红包给东阳了，拿一个红包给他去。哎，东阳，等一下。怎么了？今天啊，是你第一次帮我，我给个红包给你，刚才忘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哎呀，来不用了，太客气了。进来啦。哎呀，什么太客气了？还给个红包干什么了？你们？哎呀，今天啊，东阳帮我很多忙啊，又帮我修风扇，又帮我抓那个老鼠。我们家老鼠啊，好大一个啊。我跟你说啊，管老子的嘴巴呀、啊，你不能乱说啊。我们就单纯的啊，抓下老鼠，修下风扇。是啊，这不用老鼠了，该问你了。啊。红包就不用了，当然给你应该的。哎呀，
就那种面包也给你了，我真的不爱吃这个。哎呀，我都说了，哎呀，不止我吃，那两个面包啊，很香的，奶黄味的。哎呀，还给他。哎呀，那他都不要，人家我给他了，又不给你。这么想吃，给你就吃吧，真的是。有事我还叫你啊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哎呀，也是啊，去等你了。东阳，拜拜。啊，拜拜。啊，拜拜。哎，你去哪里啊？去锄地啊。真的不要这个？要了啊，给你了。哎，先别走啊。怎么了？你帮阿兰修东西就行。我家的那个电视啊，刚刚我在家里面一看呢、啊，就冒烟了，搞得我啊都没有得看那个动画片，也看不了武打片，好烦啊，好无聊啊，所以啊，我也想叫你去帮我修一下。哎呀，小静啊，你那个电视机坏了，再说了我也不会啊，再说你可以叫那个专业的过来啊，是不是？专业的我上哪里找嘛？去到镇里面要几十个公里，我又没有车去，我老公啊也不在家，你就好人做到底嘛，过去帮我修一下嘛。不过现在我也要锄地啊，让。好啊，你不帮我是不是？不帮我，我就去到村里面到处说你跟阿兰两个人的事，还给个红包。我跟你说，还有这两个面包啊，马上就去。哎呀，小静啊，你饭可以乱吃啊、哦，话不可能乱讲了吧？等一下，你一说那个村民真的误会我们就麻烦了。误会要误会了，又不关我什么事。我们只是帮大家邻居之间互相帮忙是应该的，我就帮他看一下那个风扇，帮他修一下。啊，刚刚就是那个老鼠也太多了，叫我帮他赶一下，帮他看一下的而已。反正我也是你的邻居，你帮不帮？哎呀，那好吧，我跟你说，那你不要乱说吧。哎呀，我不会乱说了，现在马上讲啊。我只能帮你看一下，我不敢保证帮你修得好啊。那行吧。那去吧。